然后认识一两天，我就会想要嫁给他这样。你家里可能你单亲，对，你看吧，这是宿命。因为他阿嬷过世啊，公公跟他讲不能跟我在一起，让你希望说你一天到晚我阿嬷在你家游荡吗？这什么啊？赵哥完全不会回避耶。为什么小甜甜你一直都追不到呢？可是我觉得太主动的时候吓到人家。你这个方式真的这样觉得？我真的想到了，我很激烈啊，因为我就会因为要先让彼此有话题。可是我很容易认识一两天，我就会想要嫁给他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会先就在两天之内查到很多他的身家背景，然后跟他聊，就说你应该是什么什么星座，什么什么血型，喜欢的。他说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说这是老天的安排。不是，我说这是老天安排。我说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天生有一种能力，只要遇到一个就老天告诉我对的人，我就会很了解他的一些事情。你看我们是不是认识不深？他就说对啊。我说你应该是住在哪一个西北方哪个位置？对，而且你家里可能你单亲，对，你看吧，这是宿命。他会不会觉得你会给他吓？对啊，他会觉得你像妈祖转世一样。连你真的是一个呆子吗？你觉得他会相信你这些话吗？他相信啊。然后呢？然后被你吓到了、啊，没有。然后因为我会在网络上讲讲，可是后来慢慢他电话不接，我就上网找他，然后我查就被封锁了、啊。你看吧，不是啊，你太糊弄他了嘛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就算你知道，你要假装不知道。我觉得要放长线钓大。对，有啦，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看到眼神不一样，他会说怎么你眼睛不舒服？他是一个怪狼。没有，从这个就知道对方真的对他没有兴趣。然后例如就是先跟一个喜欢的男生做哥们。然后先买通所有的朋友帮忙，然后例如去 KTV 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拱，就说什么接吻接吻，然后其他人就接，然后我就暗示换我们了，然后后来他们就会说我亲一下亲一下什么的，然后那个男的就不要，我就会急的说怎么不要呢？我就说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然后就说好啦，然后亲完之后他讲说我帮你们大家消夜障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最烂的招数哎，对呀，很烂。听说你还终身病过一个。为了要追男孩子，对啊，就搂我啊，我觉得、啊、然后就说我生病了啊什么，然后他就说你家外面有西药房，然后普拿疼买了就好了，都没用。结果你所用过的招数没有一样有用，有一个有成功的，是什么？就是可能那时候比较蠢，我觉得那有点弱智但成功了。就是我会去剪辑音乐啊，然后把很多情歌剪辑在一起，然后就约他出来，然后就跟他讲说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听我说，然后就会就说这给你，但这时候你一定要握着他，就是要不小心说这给你，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，你回去听就知道了。其实这好像是男人对我说的话哎，结果成功了，就成功了，后来就在一起了。然后多久？一天。没有啊，第二天逃走。没有，有三个月啊，可是他分手理由很烂啊。什么？他就说那个啊，他就因为他阿嬷过世，然后他说阿嬷就是托梦跟他讲说，就是不能跟我在一起啊。他说他不喜欢我，然后他说他因为很孝顺，说他听阿嬷的话要跟我分手，不然他就跟我讲说，难道你希望说你一天到晚我阿嬷在你家游荡吗？理由啊，那就有点恐怖，就是有点恐怖，你知道？然后每当打开什么暗宫什么新闻的时候，就想把熬了，然后难过。这的确是一个很烂的理由，就根本想甩掉我吗？勾引。这什么啊？你这是什么啊？你是主街女郎吗？对啊，像拍 A 片的女生这样子。这是勾引啊！这三个我只能讲实话哦，要凭良心。送他们一人各一句话啊。是。那个小甜甜是吧？对。小甜甜基本上应该是说。让我醉，别让我心碎。OK。吴文轩应该是让我睡，别让我太累。OK。然后嘞，还有我。Gigi。Gigi 这个就有点限制级了啊。啊，没关系。应该是说让我硬，别让我崩溃。很直接，很好。换一个人，来，小天，来，小天，好像在跟爸爸用餐哦。来，给我换酒好不好？不是，跟他用酒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这个抽签，等一下，你先十秒钟看赵哥，赵哥，我直接蛮直接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预备，赵哥刚开始。你不能逃避眼神，你还是要看他。九。Thank you.
来。好，转过。你有什么感觉？开心。这十秒。应该是从天堂到地狱吧？你有没有？什么感觉？这个感觉是不一样啊。那他比较不太自然哈，有点那个。看得出你的真诚，但是你是用比较表演的方式，不过真的眼睛真的。因为我从左眼看不到右眼，从右眼。